我是白天想夜里盼，终于等到多伦多开火锅超市了。既然是火锅超市，火锅的东西自然比普通超市全了不少。你可以在这里买到很多冷门的火锅底料，但他家最有趣的是可以 DIY 底料，想多辣多辣，想多麻多麻，肉都是现场挑，挑完后他给你现场刨，还可以自选厚度。像是我这种爱吃日式烤肉的，赶紧让老板给我刨了一份厚一点的牛肉片，而且价格很便宜，和超市冷冻的价格差不多。新鲜的肉很香很薄很鲜，比我在有些火锅店吃的还好。还要啥底料啊，白水煮了蘸芝麻酱都很好吃。不过他家的芝麻酱有点咸，建议加点水。店里还有卖养心殿的高级铜锅，各口味的手工水饺统一价随便拿，牛肚、猪血、笋、竹荪，可惜好像还没有脑花。酱料很全，麻酱、海鲜汁、油碟都有，卤味听说也很好吃，价格比火锅店便宜，比超市略贵。多伦多近期强推。